非常 much 的原因是因为曹大哥的父亲也是医生，第二个我们有共同的嗜好，我们一起唱歌。刚刚那些片段是我跟这个 Charles 他二哥，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，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 Live 的留下来影片，我们把它剪接。为什么要排？其实呢主要有六段，好，我剪了六段。第一段是其实是曹大哥的心声。曹大哥在这个 Guffey 过世以后，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叫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， 其实是反映他的心声，我非常的深切体会到，所以我常常带他去解忧哈。第二首歌叫做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， 他跟我讲他有一个梦想，就是他要带一个吉他，带着家人，带着朋友一起去旅游。所以呢第三条我们选了一个Traveling Man， 就是他希望做一个非常到处旅游唱歌的，大家也看到他的影片。我想家属要用鞠躬的方式来感谢对亲朋好友以及我们的来宾啊，先让他们感谢，请家属鞠躬，请家属复位。